周金金看到家己的老母摔落楼，心怡赶紧走落楼卡，看到倒伫个涂卡，规身躯拢是血的老母，甲迄个青婚的查甫人恐怖的死样，心怡感觉到一股寒意，伊的目睭金金看到尸体，不知不觉向后壁滴退，伊一直甲家己讲，这毋是伊的老母，这毋是伊的老母。先是死的开端。爱是分的根源，自杀真唔好，会乎你的亲戚、父母为你伤心甲烦恼。自杀伫咱台湾是十大死因之一。有人讲，死是一种结束，一了百了。这敢真正呢？你一个人死，一家伙为你伤心，留落来是永远无多挽回的遗憾。而且民间传说是讲，咱人有一定的岁数，伫啊你岁数还袂该终以前，你家己走去自杀，那呢你到死去，到到阴间地府，阎罗王也甲你判罪。你若毋是被金的王死城，就是金的阿鼻地狱，一直到到你的岁数该终的年过到，你才会当去轮回转世。那安尼，你在世受苦，死了搁再受罪。咱今日的自杀事件是发生伫个家己，这个故事就要对十五年前讲起。郭小华的死，伫孙浦的家己这条小小的街仔路，引起了真大震撼。天才拄光，命案的现场马上围了真侪人。这个跳楼的查某人叫做郭小华，拄搬来家己不到一个月时间。身份证顶头犹原是写的还未结婚，伊的面上有一大滴和刘生破过伤痕。查甫的号做刘江明，三十几岁。郭小华为师当中，也无讲到这个号做刘江明的查甫人，更加无人知影为什么这对男女会死到底。对郭小华，
甲刘中明两个人的死因，围观的群众大家议论纷纷。而上届何警方感觉头壳疼的是，目击整个过程的偏偏又阁是一个误会大囡仔，伊就是死者郭淑华的查某囝郭新梅。而郭新梅，伊唔知影是因为惊吓过度，一句话也无法度讲，一双目睭金金睁甲真大，看到遐个指指点点的人，家己问话见怪。阿妹，你免惊吼，你阿叔讲，你妈妈甲你阿叔是安怎相来哈？规个早起对警方赶到现场开始，无论警方是安怎问，规身躯是灰心味，敢若是暗暗抱掉咧伊手中迄个泥板火一个洋娃娃，一边伫咧哭，一边伫咧叫老母，啥物话嘛无袂讲。好心的警员真无简单，才甲心仪的情绪安抚落来。伫个边啊，护士者一个心仪比脚比手的伫讨论着这件代志，感情的一切，予伊非常的不安。突然间，围观的人当中，心仪有看到两个非常熟悉面，就是迄日来到伊的厝内，迄、那个阿妈陈阿虎，甲迄个潘阿姨刘菊莲。心仪冲向菊莲，对菊莲的手强强甲夹入去。你创什么戏啦？你死囡仔，你起笑是安尼，我袂加人。妹妹，你来要求啊！你乌白怕，乌白怕。这老太太，你是咪甲这死者熟识？无啊，你阮哪有甲伊熟识啊？无熟识，啊，不过这个妹妹敢若甲恁足熟识呢？可能是认唔着人，阮也唔捌。嘿啊，阮也唔捌伊啊。何心怡安尼一闹，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起来。李警员更加是无要死心的，想要对这两个查某人的身躯顶问出有关死者一点啊资料。一时间，阿虎甲玉莲也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正伫进退两难的时阵，突然间，玉莲那亲像是看到淑华露出了半边被毁容过面，一双目睭那亲像是有满百万分的金金看着玉莲。玉莲的心肝头切一下，根本唔敢多停留。你被警方抱伫边仔心里，自头到尾拢是满百万分的看到玉莲甲阿虎，伊并无认着，就是迄两个人害死了伊的老母。两个月前发生的代志，又搁浮现伫个心里的感情。哼，是你大汉啊啦吼，是骨头干啦，你心肝内敢要搁有我这老母？妈，请你心转我，我甲小华。阮两个是真心相爱，真心相爱。敢讲你当初娶玉莲的时阵，是有人拿刀逼你阿你心啦？妈，周家绝对袂当让你去娶一个生过嫁寡女啦。妈，我爱淑华，就是连淑华的囝我嘛爱，我袂用这尼啊无负责任吗？负责任？啊，那呢，阮金孙家辉嘞？你即摆哪会用讲要离婚就离婚？你到底是人啊，唔是啦？妈，妈，你听我讲啦，我袂听啦。总讲一句啊，你绝对袂用甲玉莲离婚啦。啊，我也不准你去娶一个伫夜总会唱歌的寡女啦。啊，若无，就是等我死。哎、欸，小华，小华，这是妈妈，叫妈妈。哎、欸，郭小姐，你是唔好甲我叫到遐尼啊亲哦，我无迄个福气，我担袂起哦。心怡，来，妈，这个心怡啦，心怡，叫阿妈，紧。对，心怡，叫阿妈。对，紧，叫阿妈。免啦，我无你这种来路不明的孙啊！妈，你哪要讲这款话啦？阿虎啊，喊了一声，冷冷的讲了一句话：
郭小姐，我有代志要甲阮囝讲，是毋是用麻烦你安尼小声呢？小华换了边仔的心意，转身走向房间来。一到房间内，小华却是啥物嘛无要做，目睭金金一直咧看房间的门口。客厅内姚明甲阿虎啊，因咧静一声，一阵一阵的窜入房间来。阿明啊，咱做人吼都爱存良心啦。玉莲若无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哪会用安尼袂智人啊？妈，感情的代志，都毋是你所想的安尼。我想安怎？我毋捌啥物叫做爱。我食到遮尔啊济岁啊，我敢若知影讲，咱做人毋通摆门风下祖公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讲要娶迄个查某，你叫我死了哦，到迄个面都见恁蒋家祖先生。妈，我甲小华真的是真心相爱的啦。吃爱就会罢性。玉莲，恁老爸有钱有势，你安尼放杀玉莲，恁老爸敢会放你煞性？阿明啊，你得要四十岁安尼，你敢要目睭金金，忍心讲哦，叫阮妈孙啊第二来死个去本性？妈，我甲小华拢愿意对头顶来，我安那艰苦，我也唔惊。你甲点去？我到底是做啥物孽啦？是安怎来死甲你这种不孝子，放母放囝？我甘还搁咧面头活落去？回去我来死死的。妈，妈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妈，你哪会啦？阿明，你敢真是为着那个查某呢？查某你都不爱听啊，信啦？半点钟过去了。小华犹原是无要出声，一直看着门口，目屎一直在流。对代志无了解心意，看着眼前的小华流目屎情形，只知影伸出伊的手，一直替小华在擦目屎。迄一日是心意第一摆看到伊的阿妈陈阿虎，只有五岁伊。哪知影大人的世界是这呢啊复杂甲可怕，更加唔知影陈阿虎这个坚持是一场报复的局，一场将小华带入绝路，将家己杀入一段因果轮回阴谋诡计。周耀明的老母陈阿虎，伊唔是干那要来带因后生倒转的利益，而且还做出真多。予人无法度理解佮接受的行为，是安怎郭小华会选择自杀呢？因为伊去爱着一个有某的查甫人，这种机缘，伫个现在的社会上，是真歹予人接受的。第二日一透早，陈阿虎就真无闲的替姚明准备行李。陈阿虎进入了小华佮姚明的房间内。把伊的衫橱啊开开，就将姚明所有衫裤装入去皮箱内底，提着皮箱向外口行出去。小华看到陈阿虎提着行李往门口行，赶紧上前想要斗三工，却被陈阿虎拒绝了。陈阿虎凶凶的认了小华，就提着行李行出去了。我等来到这里，讲一下。等你们手续若办好势，我就会随转来。阿伯，我感觉你妈妈一定无介意我。袂啦，你放心啦，老大人过一阵仔伊就好话啦。阿明啊，啊，行李紧摕车顶啊。哦。郭小姐，你莫怨叹我绝情。你也知影讲，我这个做老的业在中，我嘛真歹做人。搁再讲，玉莲是阮周家正式娶入门的新妇，啊，我这个做大家，总嘛是爱给伊有一个交代啊。我知影啦，一面天注定，
强求不来啦。姚明的老母陈阿虎根本无法度接受伊的后生瞒骗着家己甲伊的媳妇，伫个外口找事。阿虎这出来是为了奉了有钱媳妇玉莲的命令，一定要想办法将姚明带倒转去家己。虽然阿虎唔知影玉莲有啥物办法对付这个查某人，予伊死心。不过陈阿虎心肝内非常的清楚。玉莲的外头厝，家己真无简单，才牵上这门亲情。即马家己的后生竟然为了在夜总会所熟悉这个外女，就要家己来离开这个金新妇。这个时候阿虎是安怎算也算袂好，满腹的气当然是出伫个淑华的身躯顶。当日淑华面，阿虎的话是愈讲愈绝，比陈阿虎讲的是无一个好。忍不住又果是白塞老白塞地，你的边仔之谜虽然是细汉，不过也看得出来，是这个好做阿妈的人在欺负伊的老母，满面的怒气全部表现出来，一直跟咧这个白头毛的阿妈，就那亲像是陈阿虎对因母仔囝同款，愈看是愈讨厌。十二点一过，陈阿虎就催姚明赶紧倒转去南部。唔敢违背老母意思的姚明，只好是甲老母上车了。陈阿虎甲周姚明的车才驶了不偌久，门关门铃就弹起来了。门一开，就看到一个查某人徛伫个门口。这个查某人甲帽仔压甲低低，甲伊个面扎掉了一半。你就是桂秀华。请问你是？我是要来教死你这个狐狸精！啊！阿妈呀！阿妈呀！啊！规身躯哦，擘到规个就死人的衰气啊！真正有影歹结条呢。是啊。我要疼死你看，迄四查鬼啊吼，甲狗我要疼死。哎呦，啊我着讲哦，要拜拜来附近拜拜就好啊。啊，你着刚刚啊要去啊，唔才会碰到这么衰的代志。啊，阮妈妈着讲，迄间庙真灵性，那会知是伫遐跳楼。啊，甲伊斗阵跳楼，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？你知无？我知。无听过，是迄四查鬼啊后壁。啊，若无吼，就是先搞轻轻。啊，像迄种查某。啊，有查甫人要甲伊斗阵自杀，还是讲讲嘛奇怪呢？啊，迄个查某的面哪会变安尼？啊，是当时用破硫酸哦，鬼用的啊！阿哥，阿仔，哎，无听着，是咧新庆遐某甲破的。哼，未见笑查某，死死的应该啦。妈，啊，即马剩迄囡仔一个，阿明唔知。你放心啦。就算讲我死吼，我绝对嘛袂稳准讲阿明带迄个十种仔囝吼来咱家啦。是啊，迄个死查囡仔吼，甲母也同款厉害啦。阿玲啊，迄个查某搬出个代志，阿明也毋知影。你千万毋通甲阿明讲哦，迄个查某已经死啊呢。妈，这我知啦。阿明啊，你是要倒？妈，我要来公司啦。你敢当嘞？啊，不是恁某，啊，不是恁查某囝，啊，你是找要创啥？你不用家去。妈，自从伊刚离开了后，都拢无因的消息，我是真烦恼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无？是啊，出代志啊啦！阿玲，你讲过是出什么代志？我哪会知？无听到是甲伊客厅走啊啦！你何袂讲？我都无何袂讲。你袂逼我？我逼你？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还佫讲我逼你？我甲你讲。阿明啊，阿明，妈，你看啦。好啦。哎呦，啊，他做么讲哦？迄个查某死啊！啊，你这戆心夫，啊这活活人，啊，甲迄人咧计较。果然，
在阿浩甲玉莲两个大家新妇的暗藏之下，姚明一直唔知影淑华自杀死亡的消息。经过了几多个月奔波甲遭罪，有关事部淑华因两母仔的消息，姚明最后放弃了。在伊的老母威胁甲家辉的亲情攻势之下，伊真安分的做迄个千金小姐刘玉莲的翁，专心伫事业上奋斗。关系到淑华甲刘中平的死，因为淑华西装台上的遗书，警方也分别用自杀甲意外亵渎来结案。因也按照着淑华遗书当中的指示，将心仪交予淑华台中的外头厝来收养。只是唔知是惊吓过度，也是对伊老母的思念，心仪的个性规个骄变咯。原本活泼的伊变甲非常的黏。甚至有时阵讲话甲动作，拢真亲像是伊死去的老母郭淑华共款。郭淑华的死，予一个只有五岁的囡仔起杀机，将一个醉茫茫的查甫人对楼顶甲伊扯落来。代志过了后，每一天到甲天深夜静的时阵，这个囡仔行为动作拢总改变了。变甲甲伊个老母郭淑华一模一样，这是囝生老母，迄只人伫咧讲贵妇心贵妇心，这无人知影。十几年来个陈阿好过得平平安安，也毋过十几年后个即时阵，陈阿好做梦也想袂到讲，代志已经来了。迄一年的三月二三，妈祖生日一天，迄个查某就是伫咧遮跳楼自杀的。夭寿哦！啊，咱要去拜拜咧。啊，你无台无钱，佮讲起伊要创啥？好啦好啦，莫讲伊啊，行啦，开车啦。不知是家己心肝内有鬼，也是目睭花。自从经过淑华跳楼的事件了后，陈阿好心中一直有真不安的感觉。你是感觉哪亲像有人在监视伊，暗时在困的时阵，也常常和一挂奇怪声惊醒。阿好心肝内真惊吓，连续几落日无困好。年纪真大的伊，哪会有法度来忍受这折磨呢？陈阿好的精神是愈来愈差咯，规日在下戏。这一天，陈阿好徛伫个街口等待红灯。伊当在下戏的时阵，额头一看，看到对街有一个甲淑华生得真像人，惊过伊的眼睛。阿好嘴开开，规个人僵去咯。当伊一回神，迄个查某人确实无看到。就亲像伫人群当中消失去共款，阿好真紧张的四处在找找，突然间感觉伊的身躯被人刺杀，规个人趴向大路，一台车正拄好对着阿好冲过来。这个时阵，阿好只感觉身躯眼前一片乌乌，规个人昏昏死死去。当阿好醒的时阵，人已经躺伫个病院的病床顶，阿好的身躯一震动。规身躯的感觉是非常的痛，正想要开嘴叫护士，一回头却是看到一个二十几岁啊青春的查某囡仔坐伫床边。查某囡仔看到阿好想要起身，真紧张的靠劝阿好。伊甲阿好讲，阿好是因为车祸大腿骨断去，医生有交代过袂当乱振动。伊饲阿好食了止痛药啊了后，这个时阵才看到警员背着玉莲甲姚明。
匆匆忙忙赶到病院。警员甲姚明甲玉玲讲，下晡伫咧车祸现场，好佳哉这位黄卡林小姐及时将阿浩送医，才无造成人命的代志。姚明甲玉玲一听，一直伫点头，对黄卡林一直说多谢。玉玲这时阵对皮包内底提出一沓钱，想要送予黄卡林，讲是感谢之礼。黄卡林当面甲因拒绝，甲谢礼钱塞还予玉玲。黄卡林简单向玉玲甲姚明说明了医生交代要注意的代志了后，就离开了。邱先生、邱太太，那呢吼，我先告辞啊啦。吴小姐，那你真多谢您嘞。唔好安尼讲，唔好安尼讲。来，无我送您吼。吴小姐，哎呦喂！妈，医生有交代，叫你唔通乌白叮当啦。哎呀，莫乌白叮当啦。我伫想讲吼，要甲这吴小姐说一个多谢。哪会知影搁弄着空嘴？哎呦，乌巴桑啊，你免遐尼客气啦。对啦，阮家吼有一罐药啊，哦，抹擦着伤最有效的呢。阿你吼，我明仔载就摕来给你抹。哪里吼，你这乌青破皮吼，一定最紧就会好起来的啦。安尼麻烦你，敢好势？袂啦，袂啦。哎，啊无我先来走啊，你着好好休困哦。好啦。来，我送你吼，啊来。周先生，我真多谢你哦。应该应该。妈，妈，医生跟你问了乌白叮当，啊你奶奶拢唔听啦，来紧紧倒来倒。稍等嘞，稍等嘞，阿莲啊，即马拢无人伫咧遮，妈妈吼有代志要甲你讲，来，你坐嘞，坐坐啦。妈，是啥物代志？我今仔日吼，看到迄个唱歌的呢，啊是搁一个唱歌的啦，啊着自在迄个歌女啊。妈，你莫乌白想啊啦，真实的啦，阿莲啊，就是伊甲我送哦，我唔知会去有车弄着。啊，妈，你莫甲吓惊呢，是真实的啦，阿莲啊，我最近哦，拢感觉安尼怪怪呢，是毋是迄个查某？会来抓我去做替死鬼啊！阿莲，一听到郭小华的鬼魂出现，玉莲的面色焦翻白。郭小华回来了，大家拆散伊甲姚明，就让郭小华害甲出车祸，断了大腿骨。那呢，对用硫酸破伊的玉莲来讲，郭小华又搁会采取什么款的报复手段呢？是复仇，也是索命。一想起郭小华。玉莲的脑中，这时阵又搁浮现出淑华死伫个街仔路的情形。玉莲伊那参详时，又搁看到郭淑华和刘生飞扬，鬼不成鬼，人不成人，掀开两蕊目睭，看到玉莲的模样，一股不吉利的感觉向玉莲的心肝头浮起来。迄日暗时，玉莲留伫个病院照顾着大家阿父。规个暗时，玉莲疑神疑鬼，心袂定，看到床顶伫困的阿虎，伊个心肝内感觉非常生气。哪会这个人神经遮尔啊大条？下晡才讲拄到鬼，叫鬼杀倒，暗时还阁会当困到遮尔啊好？颠倒是伊这个听伊话鬼的人，规暝唔敢困。玉莲就安尼生，非常唔甘愿的伫个病房内底硬撑掉哩，一直等待到天光。病房内底点点拢无声，只有阿虎的鼓声甲时钟的滴答声。差不多三点外的时阵，玉莲伊感觉目睭皮愈来愈沉重，开始得独孤了。唔知憋了偌久，这个时阵面头前那亲像物件在接近。一个叮当的呼吸声伫个耳腔边飘来飘去，有时阵感觉有，有时阵感觉无。这么暗啊，会是啥？大家的鼓声又原是非常的有力，唔是大家，搁会是啥？敢讲是郭淑华？玉莲这时阵规身躯的神经感觉非常的冰冷。就那亲像郭淑华的鬼魂，伸长伊的鬼仔手，一步一步逼向伊来讨命共款。
是，我还让你两个囝惊死啦！哦，滚滚滚滚滚啊！滚滚滚啊！呀，你这个囡仔吼，这么大汉了，还这么硬啊！金孙的啊，甲阿妈讲，啊你呐，你雄雄走都转来哈。我听说阿妈出车祸，我就立刻赶回来啦。安尼哦，阿辉啊，啊这么晚，你若无叫你爸爸开车载你啦。有啊，我有回过家，爸不在，我就骑摩托拜来啊。所以你看，两只手，拎机机，亲手机啊，兵。妈呀妈呀妈呀！病院内底含义，何玉莲感觉非常的着惊。规暗时希望会当有机会来离开病院的伊，一看到家辉，玉莲就借着讲非常忝的理由，匆匆忙忙交代家辉爱注意的代志了后，就离开了病院。一踏出了病院的大门，玉莲这个时阵才松了一口气。红世姚明的关怀，玉莲原来是想要把囝冤魂报复的代志讲出来给姚明听，偏偏面对着姚明，玉莲根本就唔知要如何讲出说话的死因。这几年来，甲姚明之间的感情，经过真侪摆努力，真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的局面。那是让姚明知影家己将说话害死，玉莲这个时阵愈想是愈唔敢想。伊也唔愿意想，那是讲出来结果会安怎呢？第二日一透早，黄卡玲果然真准时，炸着一罐药啊到病院给阿虎。卡玲真乖巧的替阿虎吃药啊。阿虎看到眼前的卡玲，愈看是愈介意，不只是阿虎对卡玲印象好，连伫个身躯边的宝贝孙啊家辉，嘛是两蕊目睭一直紧紧看着卡玲。有时这个时阵，阿虎就借着机会甲卡玲来开讲，问卡玲厝内情形。原来黄卡玲是一个护士，伊一个人来到家己工作的。啊，唔过吼，这个月伊新要移民啊，所以哦，诊所就要停止营业啊。安尼，你要安怎？啊，就另外搁找大个所在甲头路啊。啊，你即摆倒来倒？暂时住在朋友遐啦。阿妈，你可以请黄小姐当你的特别看护啊，也好让她跟妈轮班照顾你啊。哎呦，公孙女啊，啊，恁得看人黄小姐肯啊唔肯？那也唔肯啦，恁若肯请我吼，我一定就感激的啊。无吼，我才甲阮新妇啊。阿妈，妈妈那边我搞定啦。人家黄小姐救了你，你到现在都还没谢谢人家呢。哎呦！就在家辉高情之下，卡玲做了阿虎的特别护士。有了卡玲这个特别护士，上欢喜的会当讲是玉莲了。从此，伊无需要阁收掉咧恐怖的病院的病房，以后伊会当真爽快过伊的小奶奶的生活了。颠倒是阿虎。自从迄日，何淑华冤魂向街仔路自杀，好佳哉，也阁捡倒转来伊的一条命。不过，住院半个月以来，逐日面对着病院内底白茫茫的病甲病床，阿虎的心肝内感觉是愈来愈不安。虽然卡玲对阿虎照顾了真好，
不过阿好心肝内也是非常担心，迄个死不瞑目淑华会搁再倒转来找伊报复。阿好喊了几落声，犹原无听到卡玲的回答。阿好四处看卖咧，想要摕床头的囡仔来擦汗。阿好一手摕咧，用力甲身躯向前看卖咧，突然间感觉背后有人在杀伊，手一骨，阿好规个人身躯就栽落去了。插袂出院，姚明只好按照伊老大人的意思，替伊办理出院的手续，倒转去厝里休困。因为阿好脚顶还阁扛咧石膏，行动不方便，所以卡玲也对咧搬入了酒家，替因照顾阿好的生活。家规对卡玲哪亲像动了真情。以前是真爱佚佗，不爱倒转来厝的家规。即马是每一个大小假日一定返来厝的，向卡玲报道。原本就是阿好倒返来厝呢，就有法度安心的休困。谁知影自从顶摆病院看到鬼以后，阿好规日是疑神疑鬼，唔敢单独伫房间内。就连拆了石膏，阿好也唔肯倒床行路，总是讲双脚不力，爱姚明甲卡玲随时陪伴伫个身躯边。一到暗时，伊根本唔敢睏。每暗唔是要人送伊到佛堂念经到天光，就是爱有人陪伴伊开讲。大家就安尼先陪伴伊，一直到天光。不止姚明甲卡玲两人，互阿好创甲真疲劳。就连伫北部读书，家己挂倒转来家己的家规，也互阿妈的无正常的举动创甲真忝，叫苦连天。不过，当一家伙啊为着阿好的病情，当伫咧无闲的时阵，玉莲却是逐天向外口走。伊唔敢接近阿好，甚至唔敢半暝一个人伫咧厝内。甲阿好来比较，淑华的鬼魂对玉莲的警告嘛是常常来发生的，甚至是愈来愈多，强迫让玉莲的惊吓到了无法度忍耐的地步了。
卡琳，敢是你？卡琳，啊你是安怎？啊你哪在遮啊？啊我妈妈嘞？卡琳一个人戆戆徛伫个楼梯边啊唱歌，一阵阵无正常的感觉伫个玉莲的心肝头出现。玉莲上前靠近了卡琳，轻轻打了卡琳的肩胛头。阿头正想要开嘴问卡琳的时阵，突然间出现了一张恐怖的鬼仔面。这个鬼仔面正是迄个让伊日夜担心叫惊的郭淑华。一看到郭淑华，玉莲是惊甲跋倒伫个涂骹。郭淑华真恐怖的伸长了伊的手，向玉莲来讨命。伊一步一步逼近了玉莲。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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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安怎？妈！高伟啊！高伟啊！你救我！啊！你救我啦！高伟啊！高伟啊！你妈妈是安怎？妈妈不知呀。妈好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啦！哦，赶快来房间呢！家辉扶着玉莲，倒转去房间来。阿虎啊，大声话。有人贴在床顶，脑中不时浮现拄只迄部惊人的画面。有人惊到将棉被揪起来，向头壳顶一盖，规个人秘入去棉被内底。突然间有一种怪味，有人强强揪开棉被，想要吐。回头一看，伫个床边有一个胖胖的所在，有人强忍惊吓，慢慢啊向前伸手拍开棉被。是一包北油配制的纸包。有人啊！有人啊！钱赚了，钱赚了！喂，喂！哦哦，好恶心哦！是一个洋娃娃，是谁会将这物件放在这里？这洋娃娃，我刚才都还没看见。你是在讲什么？我讲这个洋娃娃，我刚才都还没看见嘞。玉莲看了姚明手中那张旧月历，农历是三月二三号。就是迄个查某囡仔自杀的迄日，也有迄个抱着血迹的娃娃，唔就是迄个细汉的查某囡仔佚佗咪？玉莲感情出现十五年前，迄个手抱抱着血迹的娃娃，用嘴咬伊的细汉的查某囡仔，为什么娃娃会无缘无故出现伫遮？这究竟是变鬼变怪，也是真正是郭淑华的鬼魂在作怪呢？一想到郭淑华，玉莲。敢那是起神经同款的，将娃娃对姚明手中拍落，娃娃摔向房间的门口，落伫个卡琳的脚边。一看到卡琳，哪无代志的伫个边啊看到伊，卡琳冷冷的表情，予玉莲的心肝头起了一阵的怀疑。这一切无正常，敢那亲像就对这个查甫囡仔到厝内了后，才来开始。卡琳，你拄则是伫创啥？我，你是咧问我头拄仔咧创啥？妈，巧玲刚刚一直陪着阿妈啦。真是的，你拢无离开我妈妈。嗯。玉莲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规暗看你安尼怪怪，到底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伊究竟是啥？拄只一进门，明明伫楼梯间就是伊。为什么突然间变成郭淑华的鬼魂呢？还有眠床顶的娃娃，敢讲是这个查甫囡仔藏的呢？这阵啊，厝内所发生的所有奇奇怪怪的代志，敢讲拢是伊在变鬼？伊的目的是啥物？敢讲伊就是郭淑华的查甫囡？回想起大家断言的期间，一直到卡琳的出现，这一连串的卡吓，玉莲的心肝头。真自然地对感情这个查甫囡仔产生了怀疑。到了暗时，玉莲就倒伫个床顶，
脑海内一直猜测着卡玲的身份，敢讲伊就是当年迄个细汉查某囡仔。假使那是死，那呢，伊是毋是来替郭淑华复仇的？一想起十五年前破流出的细汉查某囡仔目睭，认着家己迄种情形，就连心虚的条件起来了。袂使哩，袂使哩，袂当予伊完成，一定要尽速查出卡玲的真实身份。为了家己，为了这个真无简单，才维持落来的家，绝对袂当予伊泄露秘密。第二日一透早七点外，家辉就出门赶火车去学校了。玉莲回头看，困伫个身躯边个姚明，当伫困甲戆戆叫。来到阿虎个房间外，伊开门一看，背包是放伫个桌顶，卡铃也无伫个，而床顶个大家也困了真入眠。玉莲伫想，这正是调查卡铃真实身份个好机会。趁卡铃无伫个时阵，玉莲偷偷行入去房间内，敲着卡铃个背包。玉莲对背包内底找到了卡玲的身份证，身份证顶头清清楚楚写着黄卡玲三字。伊的老爸是黄大清，老母是廖美姬。黄卡玲的老母死了，唔是死过。伊背包内底夹着一张全家伙的相片，相片当中唔是郭淑华，嘛唔是当年迄个细汉查某囡仔。玉莲松了一口气。将身份证甲相片放倒等于皮包了后，正想要阁变看卖咧，有其他嘅物件无？身后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嘅手歌声，玉莲放下手中嘅皮包，一回头就看到卡玲对房间前行过去。玉莲伫个身后叫了几落声，看到卡玲伫咧唱歌，手也轻轻地伸家己嘅头毛，向另外一边行出去，根本无要插玉莲嘅叫声。玉莲心肝头在想，又果是甲昨同款，这摆家己无这尼啊简单，互伊骗去。今仔日一定要当场抓到伊假鬼的证据，一定要好好啊甲问清楚，为什么要安尼变鬼变怪来吓惊人？卡琳入了房间，将门关起来。玉莲捏卡捏手的靠近门边，偷偷的拍开房间门一点点啊。玉莲的目睭搭着门旁，只看到卡琳手上摕到一个古董的音乐盒，卡琳慢慢啊将音乐盒拍开，音乐盒内底马上发出一阵的音乐声，就是拄只卡琳所唱的那首歌。因为卡琳脚只片是对着门，所以玉莲看袂到伊的面。不过就在卡琳转身的时阵，一张搭伫音乐盒的郭淑华相片，被玉莲看到了。玉莲心肝头想，一定就是伊，卡玲一定就是郭淑华的查某囝，无唔对了。正当玉莲想要冲入房间内，突然间身后伸出一双手，将玉莲规个人身躯掰开。掰开玉莲的唔是别人，是姚明。玉莲戆戆看咧姚明，不过姚明却是连看都无要看玉莲，马上就冲入去房间内，双手将卡玲揽掉咧。两个人就安尼拿揽掉咧，拿唱歌，看到家己的翁婿当面做这种代志，玉莲马上冲进去了。我坐你坐到真辛苦，你两个人先冲啥？姚明的身躯一退开，卡琳慢慢将伊的面挖向玉莲，一看到卡琳，突然间玉莲的魂魄一下就飞到天顶去了。面头前的查某人，那是卡玲，根本就是郭淑华。而且面前的郭淑华，一面笑面妖娇的模样，面上和刘生破伤的伤痕嘛无去了。看到郭淑华，玉莲嘴开开，规半工讲袂出一句话，面上是一阵青一阵白。玉莲扭着姚明的话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明明已经死啊！”你是鬼，你不是人啊！你是在讲啥的啦？你都娃娃徛在遐，要哪会是鬼？啊！你真是是鬼啦！我明明看见你规身躯全血，倒伫个涂骹。你讲啥物？我亲目睭已
你死啊！你是鬼，你不是人。那你，你还可以记得你做过什么？我。你甲妈妈最近是安怎啦？两个人定定咧做噩梦呢。无啦，无代志啦。目睭一睁开，看到姚明的面，玉莲总算是较安心。噩梦予玉莲留了规身躯的凊汗。玉莲甲汗擦掉，正想要爬起来，甲身躯顶迄领湿毋去的困衫换落来，毋过才一拍开衫橱。就看到拄只伫梦中迄个音乐盒藏伫遐，玉莲规身躯神经全咧绷起来，玉莲的身躯屁屁喘。为什么迄个盒会伫遮？拄只梦敢讲真正只是梦呢？阿明啊，遐有一个音乐盒。这个物件哪一只？我也准备提走啊。阿明啊，你讲伊是啥物人？啊，无啦，无啦。是毋是唱歌迄个查某诶？毋是啦，你莫乌白想啦。内面先上一张相片。你哪会知影？好我看。无啦，好我看啦。无啥。一看到姚明暧昧情形，玉莲突然间上前想要抢音乐盒。游来游去的时阵，音乐盒折回床顶。玉莲一下就看到拄只梦中淑华的迄张相片，甲梦中的音乐。那张相片，拄只不是面貌，不是面貌，那是真实的。一想到淑华讨命的代志，玉莲的心。就开始不安，伊一直注意卡琳几落日，卡琳看来一切正常，完全无迄日梦中迄种奇怪举动。玉莲更加无办法确定，迄个淑华讨命的警告究竟是真的，也是假。三月二三，伊是毋是会按照约束来提伊的性命？遐尼啊多问题，害每一暝无法度困落眠。为了求心安。玉莲开始注意卡琳的一切，不过跟踪了几落日，也无发现卡琳有啥物不正常的所在。一旦开始向庙内底走，四界问神，祭神消灾。不过灵符、平安符、辟邪的药啊，会当求、会当买，玉莲拢有在做。就算是藏了规房间的神符，甲治了规身躯的符啊，那亲像也是无法度给玉莲。安心的困去，只是在玉莲注意卡琳的同时，老玉莲并无注意到身躯边的周耀明改变。你是当玉莲无闲四界出入各大小的寺庙道观，周耀明却是世上一个人，戆戆望到迄个突然间出现的音乐盒甲相片，那亲像十五年前。爱人又搁倒转来身躯边共款，伫酒家附近的公园内底，经常会当看到周耀明家己坐伫个公园内，摕着音乐盒，嘴内伫唱着郭淑华生前上喜欢的迄首歌。老玉莲更加无发现着，每天的半暝，当酒家上晚困的陈阿虎困去了后，客厅内总是会出现一男一女的身影。
甲规厝内音乐声。随着黄卡玲的出现，郭淑华的鬼魂伫个酒家出现，是愈来愈激烈。一般的老大人伫咧讲，一个人若死不瞑目，一定会负心来报仇。就因为安尼，郭淑华要对玉莲讨命。伊讲三月二三，伊要来讨命。哪呢？这敢是真正的？玉莲要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伊呢？看到郭淑华讨命的日子愈来愈接近，玉莲最后将淑华三月二三讨命的代志，甲大家单阿好讲。伊本来想大家会当替伊想办法，谁知影大家反应确实让玉莲感觉非常的意外。妈，我是要安怎啦？我真是看到迄个查某的鬼魂安尼，想也无啦，真正的啦。伊还佫讲吼，三月二三要叫我赔一条命呢。三月二三，毋着去做鸡迄工。啊！今仔当时啊，今日三月二十啊，搁三天搁二三呢。啊！妈，妈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吼，先你看看嘞，要来找一间啊庙吼，来大开工，小眠者。妈，啊！你要去我要安怎嘞？啊！无归去啦，我缀你来庙咪几工。哎呦，唔通哦，你连可家己搁去找一间啊啦。哎，咱两个人做伙哦，无啥透动滴个啦。妈，即摆是啥物时阵啊？你还要惊我连累你少啦？你哪会这么凶哈？啊！你要将我杀去死！你也知影哦，我若去予抓去吼，也是袂放你煞啦。哎呀呀呀！啊！你讲这个什么死人话啊？啊！你唔着咧甲我纠缠的哈？哦，我今仔日为着你哦，为着要挽回你甲阿明的婚姻，我安尼哦变到这种地步，都安尼开脚破手呢，你知唔知？你为着我，你为着我嘛是贪着阮家有钱啦。哎呀，你这恶毒查某你呀哈！我今仔为着你哦，才会让迄个查某鬼安尼甲我害到七龙八背哦！啊，你安尼真正存过水无痕啦，像你这种查某的时阵啦，你会袂好啦，你会去予个雷公甲你敲死啦，不好心夫啦！我不好，你讲要请人，一个月三四万，我也替你请。你要爱提偌济钱，我也拢予你哦，各项代志拢替你做我搞。啊，你讲骂我不好，骂你就骂你，我惊你笑啦哈！你抓住讲你心肝内咧想啥，我唔知哦。啊，你若惊人知，你就莫做啦哈！家己做得来，恶人无胆啦。啥物家己做得来？你即摆是咧讲啥物人恶人无胆？你即摆是咧骂啥物人啊？讲你啊，讲啥？骂你啊，骂啥？你抓住讲你心肝内咧想啥，人唔知啊哈！迄天哦，伫迄个查某遐的时阵啊，哦，你就讲骗我啊，骗阿明，就爱倒转来。我一个含阿明倒转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查某就去用破硫酸互毁容。这哦，一定是你这恶毒查某给害，即摆来给你讨命啦！这阵啊，淑华冤魂带予陈阿虎甲玉莲的惊吓，将两个大家新妇狼狈为奸的往事全部变出来。不过，虽然已经过了十五年，郭淑华死犹原带予姚明相当大的打击。这个歹消息，予姚明因母仔囝甲夫妻之间一夜变成冤仇人了。你拄则讲啥？你甲淑华安怎？无啥。无啥？你害死淑华，你还讲无啥的？你怕？好好好，周耀明，我知影，你心肝内还搁咧想你的查某。这几年来，我逐项都拢顺利。今仔日。你竟然为了你查某敢拍我！你让拍死好啦！妈，你谁那边安尼做？谁那边害死淑华啊？啊，我哪有甲害死啦？是家己自杀的啊！啊，是恁某哦，摕硫酸共破共毁容，伊毋知会去自杀的，关我啥物事代啊？你哪会将啥物代志拢撒查我哈？当初叫我想办法，害死死的人是你呢？唔是我啦，是你啦，是你用硫酸共破害死的啦！唔是我啦，是你啦！伊的鬼魂要倒转来找你讨命，是你，唔是我啦！唔是，是你，是你！我啦，你都乱甲我讲啊啦！阿明，你听妈妈讲，我不爱听。阿明啊！啥啊？阿明！好，我来做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看到恁两个啦。
是你害的啦！我这个家吼，才会安尼龙家散体啦！你在讲啥哈？当初若不是阿明对不起我，我嘛袂安尼做。你这么无爱，我惊惊吓吓在过日子，我心肝内痛苦，有啥人会当了解？拢是。来找你讨命的啦！你是要找你的啦！就在阿虎死了，玉莲因为杀人罪入狱的第五日，周耀明被人发现沉尸在酒家附近的大路上。伊死去的主要原因，甲十五年之前郭小华同款，拢是跳楼自杀。无人知影周耀明的死因，是因为伊的家后刘玉莲害死因老母所受到的刺激，也是另外有原因。不过，甲一般跳楼自杀的人无同款的是，周耀明死的时阵，却是面带笑容。本剧中，玉莲伊无法度忍受伊的翁婿，耀明伫咧外口甲淑华发生婚外情，所以摕着硫酸来泼淑华的面，造成淑华毁容的事实，已经犯着刑法的重伤罪，上当会当判十二年以下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另外，玉莲伊心内有鬼，所以伫咧陈阿虎讲出伊个心内事，伊见笑转生气，专爱甲陈阿虎电视。即、這个部分嘛已经犯着刑法的杀人罪，相当会当判死刑、无期徒刑，或者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